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这个手往左下方斜行笔，口写的宽扁点，中间这个竖要垂直，三个竖的话要有方向要不同。横不要写太粗，被子注意不要写太宽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注意上面的宽度跟下面被子，这个被的宽度不能超过上面的口，点在横画的上方，横折折撇，在点了下方的时候顿一下，拉笔方起笔，然后向上，然后再向右下方边行边按，把笔慢慢提起来，令撇短捺长，撇有粗到细，捺有细到粗，向右下方伸展出去，点尽量往左上方靠，起按向左下方，注意这点起比较轻，向下拉的稍微长一点，撇短一点，捺长一点，在后面空间也横折提按向左下方，由重到轻，没有勾勾，竖画出头要长，竖弯钩不要写它太重，拐过来要自然，要平，要向右伸展出去要长一点，把这个空间留得大一点，这个间距基本相等，这边有两个这个竖的间距，图两个撇，第一撇要短一点，第二撇要长一点，长短要变化，竖画起比较轻，横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下面这个横要比上面横长一点，捺笔方起笔，向右下方斜行笔出去要长，注意我们看一下要错位，斜下去的